嗨，我们今天吃的是火鸡面，然后这边我自己还做了几个葱油鸡蛋饼，加盐辣椒酱。好香。这是白象的火鸡面，这一盘5包。再给它夹一点面条子进去。啊，好烫啊！
来一个自制甜品，解个辣。这是一个紫米酒酿，酸都倒进去吧，然后再加酸奶。哇，嗯，好好喝。